我的后生哦，咧友好我拢是假的，拢是演的啦。我这做妈妈也未负伤心哦，都爱咧讲白贼话来去咧徛待，想想我嘛才就悲哀。代志不是恁想的安尼啦，啊你嘛知影这几年我伫咧社卡过到遐尔辛苦呢。我为着要让亚军甲银爸看会起，我是真正足拍拼的。但我选调，以后我带品轩回来的时阵，亚军就唔敢讲话啊。我会安尼做，拢是为着以后会当友好你。唉，不过你一定要配合我，莫阁甲我结亲好不好？你是讲哦，你嘛咧处理呢？啊，你唔是讲看袂起我这款市场乌巴桑？是安怎你认为讲我若替你徛，但你就选会调咧？啊，你嘛知影啊？我进前互咧传播咩，还甲民调下降，失去真侪妇女的选票。啊，不过你若是肯出面替我当香港挂保证，以你的亲和力，佮加上我好做的形象，绝对会当让市场佮遐妇女选民对我认同感，佮票投予我咧。好做，你安尼利用我，佮敢讲你是好做，应该反倒转来讲我好做唔才对。你到底是安怎要做啊？你家己嘛是查某人咧，你讲一个查某囝咧？你是知识分子，你够身份地位，你到底是安怎要遐尼卑鄙做出遐尼傲气的代志？你敢有想过，你安尼做后果是偌严重？你敢知？敢知啊？敢知？只阮无代志，阿婆，你真正就坏啊啦！你唔闹，会互人掠去关，我嘛唔免选啊啦！你真正，你真正做个小小鬼啊！刘嘉文利用品轩在咱兜放监视器，我只是头一次感觉假心尔呢。你讲啥？嘉文在咱兜放监视器？无唔对，伊送给品轩迄个娃娃就是监视器。不管咱兜发生啥物代志，伊拢会知影。就算讲是安尼，你嘛袂当对伊做出遐尼下流的代志啊！蔡正祥，你即摆是咧唔甘伊哦？你为着迄个查甫拍我？你讲啥事？我替你总算。是你做甲伤过分，伤超过啊！你甲刘娇的下药啊，搁找人甲伊性侵，这款代志啊，我无法度原谅。伊若是发生啥物代志，你叫我要安怎面对阮母阿囡啊？啊！你又讲几摆？讲几摆？讲几摆拢同款啊！明珠啊，啊你哪会来？嗯，啊，你第一趟来，我想也袂当来啊。无啦，我意思是讲哦，啊，你唔是一直咧讲阮正祥的歹话，你来来伊的记者会。哼，啊，政治本来就是权力甲资源的分配，啊，我生理人呢，唔管讲我私底下哦，介意谁，还是讨厌谁，伫咧表面上，我当然嘛都爱人人好，啊，人人不得不实，安尼我的生理唔只法度做甲鼓鼓长长啊。你讲的嘛是有道理啊！啊，颠倒是你啦！你都明知影讲政府啊真讨厌恁后生呢，啊，你搁敢来遮甲徛台消停？啊，你是唔惊政府啊无欢喜哦？啊，是讲你是想要抹白相面光啊？政府啊，若知影你是这款人哦，伊唔知有偌艰苦、偌失望的啦。我相信政府会体谅我的。对啦。政府啊，吼，伊就是做人伤好啊啦，伤过简单就相信人啦。啊，人是咧讲吼，人前两肋插刀，人后插他两刀，讲的吼都是参像，唉。